释呢？周总，网民看三位获奖选手的照片，认为你们选出的美女并不美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残酷呀，残酷！信息发达的今天呢，人和人之间完全没有隐私可言。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？就为了钱吗？参加选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现在就想得到一笔奖金，一笔钱。周总，周总，那些鱼进门追到这儿来了。不行不行，雷金，允许你们不能随便采访。周总，这些狗仔队真牛，这些画面都能拍到。喜欢他，向我求救的声音。快看，美琴留下一封信。啊，周总，付美琴她不见了。你卑鄙。